大家好，我是陈幼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叶林宇。我们是今天的小小主持人。欢迎大家来到2020年的林心杰老师的学生邀请发表会。今天会有很多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精彩的表演，所以在表演开始前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：一，请把手机关静音或震动；二，请不要用闪光灯。三，在表演进行中，请勿随意走动，并保持安静。四，场内有很多美丽的花束，请在表演全部结束后再献花。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，就是每天都要练钢琴。那就让我们来欣赏精彩的表演吧。